王孙满对楚子，宣公三年。楚子伐陆浑之戎，遂至于洛，官兵于周江。定王使王孙满烙楚子。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，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远方图物共金九木，铸鼎象物，百物而为之备，使民知神间。故民入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，魑魅魍魉莫能逢之，用能协于上下，以成天修。桀有昏德，鼎千余觞，宰祀六百。商纣暴虐，鼎千余州。德之修明，虽小众也，其兼回昏乱，虽大轻也。天作明德，有所直指。成王定鼎于甲汝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”